轿车拒检，警方追车，但是嫌犯却嚣张撞玻璃室。绕跑驾驶不但不停，还冲撞警用机车，小幸远警跌倒受伤，仍然负伤继续追捕嫌犯。远警在疏洪一路以优势警力将车子拦下，成功逮捕车上的一对毒鸳鸯。你有没有伤害警察？没有，好几次，你知道吗？警察有没有受伤？你知道吗？我一路追，你一路撞呢。嫌犯矢口否认撞警察，但为何要跑？远警搜查后发现车上有改造手枪、子弹六颗，还有毒品海洛因以及吸食器，而驾驶是思然在身的通缉犯。还要撞，你们收到？路旁的轿车无辜挨撞。周六深夜11点，警方在路上巡逻。嫌犯开车在新庄9号越堤道，发现警车立刻掉头，远警察觉有意追车，就在五股五权三路驾驶擦撞路旁车辆后逃逸，过程中还撞上了一名远警，最后在疏洪一路被优势警力拦捕。前三路的时候，我们肖姓同仁遭刘姓犯嫌倒车撞倒，那同时影响到那个旁边的名车受损。刘姓男子过去就曾吸毒，又持枪遭逮捕。这回暗夜载女友见到玻璃室，心虚拒检，伤警察又撞路旁车辆，情侣俩双双被逮，让两位妈妈度过难过的母亲节。记者许志明、刘世伟、邵子阳，新北市报道。